近日，李亚鹏携妻海哈惊喜直播，意外提及前妻王菲，引发热议，被指蹭热度。直播中，两人边带货边欢歌，李亚鹏竞选唱《因为爱情》，此曲深植王菲印记，已是他俩过往合作的见证。李亚鹏深情演绎，奈何歌声略显跑调，网友直呼扰耳，他却自我陶醉。妻子海哈惊喜则力挺鼓掌。面对质疑，李亚鹏笑谈格局大。随后，海哈惊喜巧妙提及王菲，愿其共唱。此举被指消费前妻，蹭热度之嫌浓厚。李亚鹏的引流术在显神通，先是营造深情形象，点赞王菲与谢霆锋动态，后又卖惨博眼球，欠债传闻半身，直播带货时自曝生活简朴，却屡被揭穿奢华生活。如此操作让人感叹其人设多变，只为流量。反观王菲始终保持低调，与世无争，两者对比鲜明，不禁让人思索二人分道扬镳的缘由。李亚鹏的种种操作，从经济困境到情感消费，尽显其逐利之心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